遇到俊文，好，那就是明天了，明天要飞，对，飞到台湾去，没错，就是打工度假之旅已经结束了。那现在是12月25号，对，12月26号飞，给大家看一下我整体的情况，然后就是这边空了，空了，只剩吹风机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有一箱这个，好，这一箱就是衣服，然后这个什么滑雪的靴子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些饼干，就这样。这个是等一下要吃的，然后还有电脑，电脑只要收一下就好了。行李箱，等一下，对，里面就是装了我的衣服。对，那衣柜里面这样只剩一件厚外套。好，那这样就整理完了。这边的最后一部影片，对，好，那回台湾之后就是慢慢剪，对，就先这样了。那我要去跟大家吃饭了，拜拜。拜拜，台湾见吧。哼哼。哎，大家好，那我现在在回台湾的途中，对，现在在机场里面。那现在外面一样在下着雪，因为这边是北海道，北海道就是会下雪。那就拍到这边。哦，大家好，那我现在转机转到名古屋这边来，那现在要去吃东西，闲闲没事做就是找东西吃。好，那就是。名古屋国际机场，哦，其实蛮多商店的。然后我的笔垫好重，这个笔垫超级重，有4.5公斤。然后这边餐厅超香，每一间都很好吃，每一间都看起来很好吃。那我现在点的那个三明治，对，这间，然后吃完就要上飞机。那飞机是9点半，那现在是8点半，还有1个小时。觉得很饿，又点了一碗拉面，就是现在后面这一家拉面。对，那就因为很饿，都没吃，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。对，哦，好的，那吃饱了，那现在就要去登机了。